见时光。欢迎回来秘境探险，我们先来到第五张避雷。 OK， 我们上次已经从最低现场来到这里了，因为我们看到上面有艾莲娜的降落伞，所以表示她应该还有机会生还下来，不是生魂。 OK， 我们也拿到了我们的遗失的地图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去寻找我们的同伴吧。不要只来捉弄人，真的这个这么高怎么爬？ OK， 用这个石缝攀岩过来。哇塞，这个背力真的是要无敌强，好不好？这个楼梯都长青苔了，如果不小心滚溜滚下去就真的摔死啊。好，来吧，赶快拉着藤蔓，这藤蔓也太牢固了吧，可以让我们这样子拉来拉去，荡来荡去。继续爬，眼睛要往看上面，别往下看，好吧，我们赶快过来。 OK， 哎呦，石头会碎掉耶。我们看一下下面到底有多高。哇，看起来真的蛮高的呢，摔下去肯定尸骨无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努力的爬就好了，不要看下面，好看上面再跳。哇塞，又要爬到另一边，来喽，跳。 OK， 没问题的，来再来，又要经过这个碎石堆了。 OK， 不过比较纳闷为什么那边有石头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上来，谢谢你上帝，五十用五波比啦。啊，这可以开吗？不行，开不起来。啊，这边有门，我们先过来吧。都没东西哦，这种地方看起来就很像有藏宝藏，对不对？这不可以耶，都踢不开。刚刚那种就踢得开，这个就踢不开。继续走，不会吧？还要爬出去？哦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真的，上天他还跟我们开玩笑。我刚才还在那里。OK， 我们继续荡吧，荡过另一条绳索 ，Go。OK 的，来再去吧，我们再助跑一次。怕助跑的力量不够。 OK， 过来碎死了。如果我们都不动它会不会碎掉？好像不会。哎，会耶，会碎掉耶。啊，我们不要太有实验的精神了好吗？我以为它是不会碎掉了啊。好，出来。所以它不是设计的那么的傻瓜呢，好不好？ OK， 赶快吧。 OK， 继续，我们不要贪图一时的好玩。 Go， 直接跳了啦，快。Go， 我跳，哦，差点手没伸出来。哦，好，小心，有了一次的经验，我们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。OK， 继续，难以过来啦，准备再爬藤蔓。这飞檐走壁，这次好像比较远呢，应该可以了，跳，没问题的，我们继续爬，继续跳，还要过两个碎石，快点 ，no， 差点呐，好吧。打破那扇窗户，冲出去。OK，Window， 该不要像飞虎队那样子吧？特勤队破窗而入，是不是？呼呼，真的耶，太帅了！进来了。哦，有手榴弹跟无知冲锋枪，那表示这里要打架啦。我们先躲起来。有人呢，还蛮多的呢。爆 ，OK， 先爆掉他，慢慢打。咻，中头了。I got you， 还换子弹，你没命了啦你。OK， 我们干掉三个了，好像上面有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出去。哎呦，马上被斜射到了耶。哪在那边？在树叶那边。哎，下面也有人，先把下面打掉。死了，躲好。在哪里啊？哦，那边我看到了，我们先进来躲着。在那里啦，射爆你啊。OK， 爆头了。哎呦，好痛哦！在哪里啊？上面是不是？嘎！炸弹！哪里？哦，上面有人！你是打对？中头了！还有一个在哪？哦，在那边，在柱子后面。中头了！没了吧？哎呦，还有！对 ，OK， 让我瞧瞧你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有的没有翻成中文？哦，那只冲锋枪，那只 AK， 你看插在地上哎，我来捡，在哪里啊？哦，那边，棒 ，OK， 还不死，出来，你的头给我探出来，还打墙壁了呢。不出来是不是？好了，上帝直接拔了。OK， 咻，
来不及啦，看到你摔下来啦。 OK 的 OK 的，没事了。 Line 不小心 Line 响了起来。 OK， 我们上来了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吗？哎呦，还蛮多人的呢。为什么听到有手机响的声音？是里面的人手机响了吗？啊，没什么呢哦，没有什么敌人了。散弹枪哦，不要散弹枪，我不要散弹枪。散弹枪真的是用不习惯。OK， 我们越过下面了，来吧。该不会要打吧？没有了哦，没事啊。这要个门呢？哦，这是我们爬过来的嘛。OK， 那就不用了，继续往上走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在哪里？听到哎，我这边有人，先把这个打掉。OK， 爆头了，爆头了，剩下你啦。OK， 中，没问题吧？还是还有，音乐还没结束的感觉。哇塞，哇哦，吼、哦，他拿散弹枪呢，哦，近距离想要攻击我哎。我要炸弹，我要炸弹，丢过去一下，丢过去一颗上好利啦，送给你了。啊，拜拜哦！全爆全爆，我们立刻往前线攻击、哦。好多颗哦，早知道不要跑过来。上面有那个桶子。OK， 撞了撞了，把上面的打掉。哦，炸弹，没事吧？这样我应该不会死吧？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先把这干掉。嘎啾！哇塞，这个也太强了吧！他有那个武器耶，那太强了啦！我没有手榴弹呢。把这个打掉！啊，都没打到半个人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！是我因为依赖着这边嘛，所以没办法动。OK， 中了！快捡东西！炸炸！哇塞，他那个太 OP 了，他那个出来了是不是？他如果射到汽油桶，我就惨了我。OK OK， 没事啊，没事。哦哦，总算干掉你们了。啊、哦，经过一场这个激烈的战斗，我们赢了。哦，可以用这个，太夸张了。这个，我要捡一下子弹。OK OK， 够了够了够了，好吧，从这越过去吧。他们守护着这里耶。哎呦，我看到有人打架了、啊。OK， 撤梯呀、啊。我两倍的呢，两倍子弹的哦。这还有人吗？小心小心！哎，这里是我打掉的哎。那还有什么地方没去到吗？我再看一下，应该是我走这边没有错吧？因为我们是从这边来的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可以出去吗？不行，好吧，我们继续往这边看一下。OK， 哦，这个爬上去，我们先爬上去。我们刚刚都走外面嘛，走里面了、啊。哦，现在爬上面。OK， 过来了。哎呦，又有子弹，太好了。应该没人了吧？是走这边吗？看起来不太像呢。哎呦，那边有那个这个塔，我们还没去过。我们走塔这边看看，应该没敌人。从塔上去 ，Go Go Go！ 我们准备登塔了。哇，艾琳娜的包包，她刚好卡在这边呢。没她踪影，可能是好消息，也可能是非常糟的状况。所以呢，可以继续爬，继续往上爬看看。三角形 ，OK 哦，越过这边。哦，原来这边还有这个 ，OK， 没问题，进来了。哎呀，艾琳娜。他还在收集，还在拍摄，不晓得现在情况危急吗 ？Hello，Hello， 这个还能用 ？Buka pintu， 不卡 pintu。阿奎不会讲。Cepatan buka pintu， buka pintu。啊，他发现是我们了，他发现是德瑞克了，结果不晓得是人家出来要打我们了，德瑞克还在那边暗爽。
被用枪打成蜂窝，没那么简单。哎、欸，哦，又是中我左轮手枪嘞，高级版的哦。我现在怎么出去？现在没办法出去。OK， 站龟，先把它打爆。哎、欸，没打到，盲射啊，这个。换回我们的，哦，现在都没什么子弹了呢，怎么办？这下可好玩啦、啊！先把这个打掉。OK， 我们不能浪费太多子弹，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发子弹可以射了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我剩下左轮手枪啦！我、哦、好近哦，丢得这么近。这里面都没有子弹呢，哪嘞呢？哎呦，还有物资啊！继续用物资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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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爆炸 ！OK， 炸飞你！嘣嘎 ！OK， 原来是利用这个啊！干嘛？想干嘛？因为射不到你吗？我真的射不到你！怎么会这样子？一发就好，一发就中 ！OK。哇塞，这史密斯手枪哦，这么厉害！还有吗？好像没了。来吧，我们跳下去吧。我们下去找艾莲娜，是不是？门打开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边进去了。先捡枪比较重要。枪枪枪枪枪枪，我们需要枪，没有枪怎么打？哎呦，小心，先换个子弹。哦，看起来像一个密室哎，在哪里？我、哦、在后面是不是？呜呼，还傻傻站在那边给人家射，在哪里？出来！哇、哦，这么远哦！哦，不行不行，我这很难过去啊！哦，先让我的心跳恢复一下，根本不可能的，就逃去吧！来吧，跳，慢慢逼近，慢慢逼近。射得到吗？哦，准心会歪，准心会歪，跳，呜、哦，小心小心。他每射有可以了，来瞄准。不行，我瞄得太犹豫了，中没中没中，糟糕了糟糕了、哦，快死！哇啦哇啦，死掉啦！这次我们不要迟疑，好吧？不要迟疑。No shit， 他有那个空档，我们赶快趁那个空档离开。等他射，等他射。哦，子弹这么多啊！卡弹啊、哦！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不，这里好像可以爬上去。哎呦，这里有路啦！哦，原来这里有路啊！还好我们没有跟他硬尬。哎呦，哪里？塞，都有人呢、欸！哇，这什么枪？这种枪没用过，我们用用看好了。榴弹炮是不是？呼呼呼呼，好强哦！来嘛，你再射嘛你哈，再射嘛你！来这边吧。我刚刚那个枪好准哦，好强哦，很像榴弹炮。再上来。爱乱射，死家伙！然后呢，上面应该没办法吧？这个地方需要请一个高明的水管工人。Summer bitch， 中了中了，中一枪就死哎、欸，一枪就死哎、欸！再一个，再一枪，再一枪，中！哇塞，整个弹飞啊！我们现在送的那种枪哎、欸，还有其他人吗？这里是，直接发过去了。呜、哦、呼！超强的榴弹炮哪里？先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好，躲好，躲好位置。你在这边射，我在这里啦。好，我没枪了，先去捡这个人的枪，快点！啊，抓他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行啊？哦，又死了啦，这么难。哥这边，哎、欸，有枪，有枪，我先捡。这里有枪。先捡这种小枪好了，不然我们等下子弹又不够。休息，我们要爆头，爆头，爆头，没爆到头，中 ，OK 的 ，OK 的，哦，沉住气，沉住气，我们不要紧张。这个
先帮他逃，比较重要。怎么没中 ？OK， 中了中了，三发三发。这太远了，好难爆、哦！赶快赶快！刷！怎么没死 ？OK， 中了，爆 ！OK， 两枪两枪了，再一枪，帅！你还给我丢手榴弹？呜呼！捡枪，快点！有物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物资冲锋枪啦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塞，太多人了吧？细呀，细呀，细呀！要养成换子弹的习惯。Crab， 哦，你是鱼人哦 ！Over here， 来吧，出来。拜拜 ，See you， 呼呼 ，OK， 炸死你了，看你多会躲啊啊！快先捡，先捡，哎呀，还有还有，嚯、哦，你拿散弹枪哎，不是开玩笑的，我靠，都拿散弹枪，怎么肥仔都拿散弹枪？糟糕了，没办法了，来我打 ，OK 了，好了，我们来试试看散弹枪好了，我们都没拿过散弹枪。OK， 这好像还有东西，散弹枪的子弹。OK， 好吧，我们赶快往上爬吧，从这个吧。哎，不行啊，这个不能爬、啊。这里有楼梯，就必须爬上这里。OK， 真的上来了哦，原来可以在上面这样打啦。那必须想办法走过去吧，对不对？看一下。跳过去吗？真的耶，真的是跳过来耶！利用这样过来，哇塞，艾琳娜怎么有办法自己跑离开呢？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居然可以过来，太神了！来吧，把这个铁闸门给拉开，铁闸门 ，OK 了，没问题了。会不会过去他们突然给我们砸下来 ？OK， 小心。哎，这样的东西没有，是倒影。还有小河瀑布，这音乐都好诡异哦！快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这可以爬吧？没错，继续爬。然后呢？哦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哎呦，这么刚好。OK， 上来了，打开另一个。这个比较像是那个水的闸门吧，对不对？来拉开拉开，看看有什么变化。哇塞，这么紧啊！哪里？哦，真的真的，水流变多了。哇塞，这个泄洪也太快了吧！这个啊，没了，所以我们要跳下去了。但是哦，水位够让我们上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有另外一边要用，所以嘛，必须再爬上另外一边。OK， 另外一边是吧？来，两边灌满，我们才可以过去。OK， 好聪明的设计哦！继续，继续的开。艾莲娜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要找回艾莲娜还真是不容易啊，费这么大的功夫。哦，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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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像泡泡面一样，满啊 ！OK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楼梯这边了。哇塞，真的是。仙人的想法实在是太神奇了，这都没了。第六章嘞，过去的真相大白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先玩到这边了，还没找到艾琳娜，我们下集继续找。大家拜拜。哦，迅猛龙又来了，我们的女主角，糟糕了，怎么办？衣服被剥，我的头发居然是戴假发，怎么会这样子？